好，大家好哟、哦。今天弄什么呢？今天弄的是一个耳机，是你可以戴耳机啊。制作单位要的东西，他要一大串的配备。那么这些配备包括就是收音补光、无线麦克风、指向麦克风，还要能够边充电。哇，你的价值代志要哪部呢？目前为止就 M4S OK， M4S 能够做到这一块完整的方案，侧边四分之一孔，还有灯光，在一般的稳定器当中呢，搭配 GoPro 7，它的灯光要求非常的高，绝对不是说你要用那个，对吧？所以麦克风那个地方怎么打，随便打，欧北帕都北塞，它位置一定要对，就是正上。那正上下来之后，它的影子落的位置会比较顺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做这件事情，就是让大家，这个键。喂，阿拉，哎，台湾对麦克风，哎，你讲。这样就做开机了。哎，哎，较紧的，较紧，我咧直播，你较紧的，哎。左右跟随，上下滑动。对，专门式的话压一次，连全部锁起来都不会动。你讲手机啊，吼？手机啊，好，各位观众哈，如果你的手机要边充电要一边直播呢，要买一个那个套件，那个手机边充电边直播边收音的套件。那那个套件呢，你得有没有看直播哈？我们现在接受线上那个点播哈，我大哥现在问的东西呢，我们就现在立刻在现场直接就直播给大家看。那么这个东西很简单哈，你即马看直播哈，我即马随家你处理哈，拜拜。好，各位，当你要直播边收音。边充电，各位看，这有个符号哈，这个符号是充电，这个符号呢是收音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只要把老鼠尾巴往这里一接，接上去之后呢，哈，那个你就可以进行所谓的收音监看哈，收音监听哈，还有那个充电。那这个讲很多次了，请截图哈，这个是目前我们四大唯一可以用的版本。好，唯一可以用的版本就是这一个，好。它有两个洞，一分二。那么再来，它合理的90度转角，让你获得什么呢？让你获得可以怎么样呢？哈哈，厉害了，可以获得怎么样呢？好，这个版本呢是属于那个没有，是属于手机哦，裸机的。我们先来看这个版本，有人问就正面讲哈。这是裸机用的版本，那么这个是手机壳用的版本。手机壳用的版本很简单，就是把这些拆掉，背胶拆掉，底胶、上胶拆掉，侧胶都拆掉，拆掉就变成手机壳版本。你只要装上手机壳版本之后呢，不得了了哈，它就完完整整一整个给它包覆进去了哈。包覆性这个比夜用型的还要包覆哦，包覆的非常的好哦，整个就包覆进去了，哦，不腐烂的哈。好，那么包进来之后呢，再来就是。我们要拉麦克风跟充电的那个收音的装置，机油架，谢谢机油架，机油架。那你如果说觉得配重不够的时候，可以加一个配重在这边，因为这个下去之后呢，重量就整个往那边去了，往那边去之后，你就会比较吃亏，会比较吃亏啊。好哇，今天怎么那么多人呢？今天就只是讲个收音补光充电，也请入境吧。好，来，再来，这个是收音的这个头头啊，有可能没电，红灯有可能没电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麦克风。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带。我原本要讲的是 GoPro， 但是临时有人手机插进来要讲。好，这里扣过来，再来麦克风进来，看到麦克风进来，老鼠尾巴。好，谢谢戴老师。好，老鼠尾巴。好，这个配方大上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看仔细哦。这里是下面这个闪电的是充电，下面是收音，收音显示在这边，这里是收音。好，那么初步完成了这个地方。充电的部分呢，我们再教大家怎么充哈。iPhone 的是从这里插，这里找个洞。我桌上拿一条 iPhone 线好了，这里找一条 iPhone 的地方插进去这边，这里进去之后呢，
哦，就厉害了。这里那里插进去之后，这里有个洞，插进去之后再来交换到这边，就搞定了一切啊、哦，就搞定了一切。现在是我直接对里面出来的，但是这边还在机械性中。好，等一下会再跑。配重也可以不用，因为配重我们已经被这个给带过来了，配重已经不需要了。那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收音，再来进行充电。好，那么直播的声音呢，要把它外挂哈、哦，要外挂。iPhone 是吗？啊，这 iPhone 的线哈，然后往这边抽出来，然后呢，进去，好，好，充电的就亮了，这边充电的就亮了，啊，充电就亮了，好，收音搞定，充电搞定，好，启动，好，那就完成了初步的一个作业，这样的一个作业。好，那么外部的电力已经给他了，麦克风也给他了。我会比较建议你各位、哦、不要选这种麦克风，选无线麦克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麦克风跟手机的麦克风它是有点接近，就是说比较环境性的收法。那你如果说要真正要收的话，不重叠的话呢，这种指向性麦克风呢，我会觉得强烈建议你用无线麦克风，你这样就不会重叠。就是说我要收很细很完整的这个叫做个人的收音，采访的收音要好，要选这一种。那么这种收音呢，就可以顺利进到手机去了。好，手机这个这一趴讲到这边，充电哦。那补光补在哪里呢？补光补在哪里呢？补光补在哪里呢？我想一想，补光补在哪里？补光热华灯在哪里呢？好，补光呢？我们先用小的台湾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补光灯，然后再来热华灯，热华灯刚没拿到哪去。好，我们补光补在这边。把酒蒙补老瓦油啊，好，补光有了，好，光也补好了。好，各位看一下哈，那我把这线理开。先稍微弄开一下，好，这是直播用的收音补光啊的相关作业。记得你当你做到这样叫全开全外挂全外挂之后呢，你如果做到全外挂，你一定要记得一点哈，就是要把它的马力全部调到最大去，你才会好用啊，才会真正的好用。马力要全部调到最大，好不好啊？了解我的明白。接下来讲入正题哦，就讲 GoPro 了哦。讲 GoPro， 诶，边听边听，我就叫你，诶，侧边哈，好，接下来讲 GoPro 了哈，手机的部分就讲到这边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要下线，不，再准备下一个，好，我们要讲的是 GoPro， 好，那我先把麦克风取下来，手机都知道了哈，手机充电收音法，好，关键是在这个东西，这个零组件。那么各位会问说，我为什么不把它挂到其他地方，挂到其他地方去？因为这条线呢，如果跟手机没有搭好的话，它会互相干扰的很严重，会变得很不好用。那所以说，你如果说要比较顺手的话呢，我们强烈建议麦克风呢跟这个轴在一起，在干扰会降到最低最低。好，收音结束。现在讲的是另外一款哈。同一款 M4S， 这都是 M4S， 我讲的同一款 M4S， 但是我们现在拿来做别的事情哈，打算来做别的事情。好，给 GoPro 充电，给 GoPro 收音，给 GoPro 补光，刷波六马上处理哈，随它煮了就对了哈，马上给它煮下去。那灯呢？我们打算在稳定器装一只这么大的灯，好，无敌霹雳大的灯哈，这么大，这么大。那Boss 的机 ，Boss 秋八月 Boss 的 GS 一堆，我的七辣了，这些都是我的七辣，弄歪七辣好不好？哦 ，Boss 每天就是在玩这些东西，玩得很开心，很快乐。那这些，好，那好，我们接着呢，就是要讲 GoPro 了。那 GoPro 本身呢，在这边使用的应用上来讲，我们是这样搭的，我们的推荐是这个搭法。哦，因为这个搭法呢，有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很大的一个黑鸡爪，
大的黑鸡爪，那么平常可以扣在背包上面，平常扣在背包上面。哦，这个是很适合专业，因为它做的够大周。那有的人喜欢小组的呢，哈，这问题很专业，是是。住台北小是是是是。那有的人就是要做这么大组，他出去工作才会漂亮。那么你要小组的，我们有小组的做法。那我们这是属于大组，大周的就丢啊，大周赢卡固嘛，不是大周会卡澎湃。好，那么大周会是这样子哈。首先呢，我们的这个快拆板呢，是选用的这个是 V2 的这个快拆板。那我们可以录了，嘿，可以录了。那我们现在会有一段是直播，另外一段是做剪接，因为我们手机直播后的画质不理想嘛，还有就是那个曝光曝的乱七八糟，欧北曝啊那些拖牙哈。好，来 V2 版，好，我们先把这一段先组起来，那组起来之后呢，再来弄那个其他的。好，各位。拍夜景一定要把镜头在，谢谢啊，谢谢慢走，工作顺利，谢谢。好，这个压下去之后呢，压下去之后，嘎准嘞，做嘞嘎准嘞，哇，我够硬嘞，吼，就硬嘞，吼，话紧，就硬嘞啦，迄一个势就简单嘞，吼，准嘞，准嘞，吼，准嘞，记得吼，准嘞就好了，给它准嘞就好了。好，准嘞下去之后，我们再来套这个东西，套 GoPro 的板，准备要进行收音。好，准备进行收音。那我个人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有一个补光的方式可以参考哈，就是我粘在这里。还有昨天拍的闪景哈，很简单，就是鼻子摸一摸，一直摸，然后在镜头旁边摸一摸，记得中间留下人的空间。人的空间留住之后呢，鼻子摸一摸，留下人的空间，它就会变成闪景哈、哦。那是一种凡士林的运用方式。那我们男生没事不会带凡士林出门好吗？所以我们就鼻油最厉害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再来吐口水也是可以的哈、哦，但是口水也要看你是哪一种口水哈、哦，太稀的也是不啥小老用哈、哦。好，这样好了，好了之后我们把它扣上去，扣上去记得哈、哦，留下萤幕的位置，我们留下萤幕的位置，好。萤幕位置留好之后呢，我们紧接着就是这个所谓的 adapter。这个 adapter 呢，有够贵 adapter 哈，叫 GoPro 有够贵 adapter， 它是 audio adapter， 一个电池，一个孔是充电的，一个孔是放声音的。好，我们把这 adapter 放进来，好，再把它顶上去，这样顶上去。这有好几种配法啦。好、哦，你看你个人的习惯，你要怎么配？那我们有好几种配法可以配，好，到时候配给你们知道。好，这样就行了。那另外一种配法呢，是把它粘在这个地方。我个人喜欢粘在这里，我个人喜欢粘在这个地方。好、哦，那我们这个配法是属于用转接板的方式，要能监看。有一种是不监看的啦，不监看就是说我们是另外在监看用的哈。哦好，搞定了齁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声音送上去嘛，还有那个叫充电线。那充电线的部分呢，刚刚那一条那个拍谁我叫后。记得齁，有一个 Type-C 的这个充电头很重要， Type-C 的充电头。那么我们把它顶在这个地方，顶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从这里拉电过来给这里，哈，这样你了解哈。好，好，顶住，充电头顶住。好，再来灯光，灯光我们选在这个位置，一个完全合理的位置哈，完全合理的位置。好，灯位置好了，启动。以不撞车为原则，哈、哦。好，目前呢，暂时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包括了哈、哦，就是把这个麦克风的位置，我们要做一个决定。麦克风，我们决定要把它落在麦克风，我们决定把它落在这个位置也可以。好。行动电源呢、啊？
也可以。再来，我们把手机监看的部分先把它放上去。这是手机监看。好，行动电源呢？把它放到这里。好，补光灯有了，行动电源有了，手机有了，接下来呢还要再弄什么？拍谁漏掉了哈？接下来还要弄一个东西，无线麦克风啊。那无线麦克风呢很简单，既然它这是阿达不达，这有个孔插上去就行了，好不好？顶住，顶住，固定住，好。那么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把它给固定起来。无线麦克风的接收器、发射器，无线麦克风的接收器。那无线麦克风的接收器呢？我们来拿一下它的那个装置，它的固定装置。好，固定装置把它固定上去。记得哈，有的人会这样子固定，这样笨啊，这样不好，要到后面去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子会很容易造成相机穿帮。这样就不好了啦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好，我们习惯这样子把它弄起来，再来把它翘上来。好，收音过来了，灯光过来了，转接板过来了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什么要做呢？还有几件事情要做，就是监看有了，那线的部分就依照个人的习惯去理，去理它，把它理一理。跟理理也哈，会照他顺呢。怎么样呢？以一个原则，我教大家一个理法哈，在这边粘在这个位置，下面这个位置是最好的。这个位置用那个把线哈稍微顺一下，让它的关节都不要去被打扰到，就是粘在这个位置。目前我用起来是最好的位置。好，那么这边奇怪 ，BOSS 的 MCS 用起来好顺畅，我真的。怪怪的。好的，你可以带过来。秋八月，第一个，你拿到 M4S 一定要升级，好，第一个要升级，第二个要去用它的电机大小力度去调整它的马达大小，好，去调大就可以了。再来，你有可能你装手机壳的朋友呢，你的配重没有弄对，那么你记得装手机壳要记得哈，要开外挂，要把它的胶条撕开，你手机壳就能够整个卡死、卡住，卡得很顺、很稳、很猛、很紧实，这样就成功了，好不好？那有什么问题你可以，你在使用上任何的问题，麻烦你录影过来说明一下你的缘由，那么我们呢就花时间像这样子拍回去给您看，好，让你理解。好，到了这边都固定好了，该有的都有了，灯光也有了，灯光美气氛佳，还缺什么东西？我想想 ，Let me think， 我还缺什么呢？好，那你如果说我这个要再做的更为简便的话，我还可以一个方法，就是利用这个东西哈来做什么？做收音哈，机油夹来做收音。但是机油夹做收音，这时候就干扰就会很大，你这边还要再做一些调度跟调整，这样就不适合配置机油夹。如果是你用这种上这种补光方式，这个补光补下去会比较漂亮哈，会比较漂亮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个光线呢是在我们摄影机的正上方一些些，那么这样的光线会比较顺畅，马卡卡不硬了哈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不一定要上来秋八月，你可以录影过来，我们教你怎么克服线上的一些问题。因为毕竟稳定器的美角实在是太多了，包括我们天天在用的人，其实我们都只能够掌握到一部分。那么每天都有千奇百怪的用户跟使用上不同的问题，我们都要一一去发掘改正它，那么把它原本它很单纯的稳定器运用在采访、运用在外景节目、运用在直播方面，所以很多眉眉角角呢都会在这边一一发掘给大家尝试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 GoPro 7、哦、搭配了补光灯，搭配了收音啊，搭不搭，搭配了充电，搭配了手机监看回应，搭配了双手十字架，搭配了这个鸡爪。好，以上呢这样的一个配置呢，我们就可以足够完成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工作模式。那还有什么要装呢？我想想看还有什么要装呢？还有什么要装呢？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是麦克风，你是本身是指向性的，我还是说明一下哈。那我们就把这个取掉哈，这个取掉。
如果你是大支指向的斜杠呢，那收回来了，那好了，好，他直接换给我们吗？好，还不错。好，麦克风，好，再来呢，麦克风，这是指向型的一个使用方式，小琪。这不需要，这是给 iPhone 的。那个伸缩型的GoPro 7用的那个充电线拿给我，那个伸缩型的。好，这个直接进来就可以的。哎呦，挺好的，这个配置我喜欢，因为干净利落啦，好，非常的干净利落。好，我们拍个照片留念一下哈，纪念一下。好，非常的干净利落，这个非常好，这个非常好，这搭起来我觉得我可以，这样子我觉得可以。好，这个干净利落。好，再来呢，充电。好，要准备充电了哈。那为什么选用这种软软的呢？因为稳定器本身呢，它就是一个马达，你不能给它太过于 K high。这以后要改法兰，好，这个位置一定要改法兰。好，那么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充电的方式。记得哈，你如果要玩充电的，我这个头比较大，我们就会帮你改成小的法兰头。那么以上不需要这么长嘛 ，KK 嗨嗨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把它固定起来，拉个适当的长度。那这个头，我会跟你建议哈，把它用那个双面胶哈，给它粘贴在这下方，但是又要躲开它干扰的位置，要稍微躲一下，好，你这个时候就会比较顺了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一个帮大家配置的一个方案。GoPro 外景、收音、采访、直播套件，拿来当摇臂，它很 OK， 因为一个人随便摇都摇个两三米，拿来当滑轨。今天看一下我今天的作品，就是用手拍的哈。我今天的作品就是用手拍的。今天我有发布一个用手拍的作品哈，那个就是戏曲考课画面。好，以上有任何问题告诉我们，我们找机会为大家再进行复习。好，这边啊，歪了。Boss， 我有买一支电视电机调整到最大吗？不是，你不开外挂的人不需要调它哈，这是开外挂的人，这个总头比较严重的人哈，这是总头比较严重的人在用的哈，总头严重的人，你就是要把那个电机开到最大，或者你是大手机，你大手机的人呢，你就把它调到最大哈。那么其他的部分就是电机的部分，对。你如果说觉得它的电机软软的哈，软软的，这是硬的，现在是硬的，很硬很硬，大概是18岁的硬度。那么你觉得它软趴趴的，你再把它调大马力就可以了。或者你有挂灯、挂麦克风这一类的状况下，你才需要去处理这件事情。好，歪了，秋八月谁歪了呢？歪了。好。以上呢，今天的直播谢谢大家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告诉我们，找机会再帮大家做问题的回答。那今天呢非常的忙碌，有很多的耽误，也是非不得已啊，还请多多原谅。那么我们会尽可能在时间内哈，掌握得到，我们会针对各位的问题尽快的用文字回答，复杂的就利用这样的方式组装给大家。谢谢，拜拜。